头道开始建立采收机，北港丁龙会也为了推广电影有一个黑金工头道，特别设计较少年化的包装，和黑金工的阿爷当上故事上人情味。有，你看有妈妈带小孩，哦，啊有学生，哈，哦，哎，啊也有爸爸，哈，哦，有阿公，嘿，啊，所以咱这个土豆人家，哦，他是。等于是表现吼出来，我们农友，咱的农友时段吼，一世人的辛苦吼，啊嘛一世人的，正讲伊的心声，啊个伊的吼，啊欢乐，啊汗水吼，啊感恩他们的对这块土地的付出。而且这个设计包装，北港丁龙会有参加评比，得到热烈回响。在颁奖进前，特别先甲地方乡亲分享。今年嘛吼，有入迄个咱农委会的百大精品，嘿。啊，咱是采礼盒包装吼，这那是要办伴手礼吼，那要送人吼，啊真大方，真好看。这几年随着国际上的观念引进，和农会产品愈行愈先进。这个北港丁农会黑金工礼盒都行上的路线，而且内面的品质也无凊彩。对，我们要重新去挑选，这是因为农产品不是用那个机器定做的，所以它有大小好坏，所以这个东西的话。一般我们要做顶级的东西，重新抓来再挑选，从里面我们选过、挑选过，再挑选一次最顶级出来，来包我们的土豆人家。每一粒土豆吼，拢有咱员工满满的祝福，味差到果啊到包吼，嘿，这拢过吼，经了搁再经，所以这拢过是吼上优质搁上顶级，唔是干那品质好尔，搁吼就安尼。咱你也看，咱土豆吼，拢真正，大家拢过会讲话，拢水落落安尼。目前北港丁龙会这黑金工土豆是伫土豆采收期限量开放预定，而且接到订单现扣现包装，龙会保证新鲜，真期待为地方土豆农带来新的销路，欢迎民众支持。记者李克山，差不多。